学校周边有个特点，往往是孩子自己拿钱去买，喜欢啥就买啥，孩子他没有那么高的判断力。你要像大商场超市的玩具，一个方面进去把关比较严，再一个往往是家长给买，他知道该买啥不该买啥。所以这些不该由孩子玩的玩具呢，更多是在学校周围各个摊点进行流动销售。你像有的孩子玩水枪，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小孩玩水枪就玩呗，呲一股水出来顶多身体弄湿了，就跟打水仗打雪仗似的，不会有危害。你是没见着，你如果要见着那种水枪，你可能都感觉害怕。就那种水枪，一个孩子拿隔着半米远呲出去，一下能把两层报纸打穿了，有的甚至能把纸壳打穿了。就如果近距离的这水枪弄出去，要碰到眼睛或者身体其他柔软部位，极可能造成伤害。你别小瞧说这水，我记得咱们以前曾经讲过这个切割炸弹吗？就切割炸弹怕这个一狠了之后产生火花，炸弹爆炸，就用高压水枪，就是在压力之下那个水呲出来能够把钢板都切开，你想想那劲头得多大吧。这种枪的那个压力很大，打在瞬间打在眼睛上以后呢，会造成眼睑的出血、眼睑的肿胀。有些孩子如果有高度近视眼的，会引起视网膜脱落，那么会造成视力的急剧下降。所以他有些水枪小孩玩那个压力其实是很大的，这就容易给孩子带来伤害。还有的学校周边地区冒一些仿真的一些枪，这仿真枪当然子弹不可能是真的，也不会是真，是塑料的，可是这个杀伤力同样也不小。往往这塑料子弹打出去啪，有时候也能把纸打穿了，甚至直接能打到塑料瓶里边去。你说那要是打到孩子眼睛上，打到哪儿怎么办？就这个伤害同样是很大的。这个就如同的，我就想起这些年来很多鞭炮生产厂家也不负责任，鞭炮里头为了追求这效果啊，什么样的药都往里放。我曾经过年的时候就有这经历，我们在楼上住七楼，结果楼下一个二踢脚放上，啪一炸，把玻璃都震碎了，不是炸碎的，是直接震碎的。你说它威力得多大？就是现在这种非常危险的玩具，在学校周边呈越来越多的架势。近期呢，有媒体报道，一所小学的近80名学生出现了头晕腹痛的症状，被他们怀疑是一种气体玩具叫臭屁炸弹，导致他们出现了这种症状。2014年9月28日，安徽太和县79名小学生因玩一种叫臭屁炸弹的玩具，导致集体性中毒，送医后被诊断为硫化氢气体中毒。孩子们表示，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用它整人。小安气儿了，你闻到啥味儿的呢？臭。闻过以后啥感觉？臭的，你现在劲儿。你们都玩过啊？搞破我以后就释放出一种气体，像屁一样的臭，叫做臭屁炸弹。